啥结了生下去，六岁了生下去，咱们就讲清楚了吧？俺爹爹弄住这些，爸爸都登记俺最近新开门他们家门这些人都算，这不能你怎么明白？新开门他们家的也别，那什么些他们这个旅游的些人，这大个，大看到了，电话的村里没得接水了，告诉俺最近去下水管啊，对吧？习惯意思，他爹啊通嘛了，远点看起哇，大那些就说那么看起哇的嘞，对吧？我那去，抢我那塞，就那人别些人。甚至他们家人呀，那对吧？他下些关，有些人嘛都上街几步，那么对吧？这个现在都是哈国嘛，就生意做了钱了。上学没那么的送呗，上街没街呗，恰恰话都对吧？都是用过有些嘛的大爷。上街几步嘛，一把出去他们家给新疆有呗，上街成就什么？就这么一把出去他们家的学呗，成就什么？那这些成就啥呢？啊，日本人讲不来吧？上街没街吧？爸爸的搞吧，菜面嘛，他看到上网了，他看到六三五公都是结果意思嘞。我到这里去，他第一节了呀，光，那你读书的开始轻松，出去住不了，住到干嘛住了下个月是，住到干嘛也怎么了？啊，这里就是说，那光便宜的，他对于住住便宜就是说，那光的家庭的娱乐吧，他给我们的呀，成熟的生活给我们讲家人，对了呀，唐某的呀，那俺说这那么多年了，差不多住多少呢？实习项目第一套了呀，扛不到那的。没上到哪里都，什么也没见不得上。南开看了嘛，都是上。他妈实习练出来，那大不了，女的叫同学讲要么了吧，忙他学。南开看了嘛，大学就上嘞。我那是没得到自己原水吧，别来上上路去，对吧？看不得这忙过去，肯定是给不特别来上上路。他这里用的多啊。他一边的这个，没到哪里。康不多那天呢，爹爹没多那天。哎呢，他那星期实习项目得了，爹爹没多那天，成功了呀。第几五年级呢？成功了，特别好嘛嘞。他这把都就第几月啊？就昨天讲讲，就刚来讲讲，讲没起么嘞？刚来忙过家不嘞？洗了头发，刚来家不嘞的，你呢？第几个他妈？这个地基级别，他突破点俺做了，他都特别。他妈都是可对呢，老么子吧，一盘吧。天天讲讲这样的名字，结果还是用不多啊。他军事看了点的情况了噻呢，俺做身边他们就老注意了点的情况，还是注意做的，还是拿做的是那边呢。现在给拿样嘛呢？输了土老款啊的，就拿都是个样嘛呢？土佬看的可能开把时间要蛮大，叫他天天拍些昆明都是些景，要得些要蛮的。俺打那些，俺那俺就看的各是些的，农村穷啊嘛，农村苦啊穷啊的，做俺就上不当当的农村穷啊，上不当当的，就看了点的，你不上班就可以吧？就看了点的，你不冬天就可以不？俺最好过要蛮的，点哈蛮好的。有年把三年，日本三部差不多嘞。有三部，三呢？日本年把中国都三节，有三部我怕又断，真的这个啊。用这苦劳的这个月份印章，那俺做的冬天了太慢了，吹板了太慢了，你穷了。吹板的太慢了，印就三嘞。你们这个没印。你下这个门，哪娃这个门，落这个门吧，落也宽没有，腿也宽没有，米子也宽没有，他们这些都，真的，冬夜的那年得过去，全部来是。他这了不冬夜的那年得月不得了，这个这不能完全的，是冬天都要不了吧？那叫完全的要嘛的是。再看那点啥呢？别人阿叔就受不了呀，那时候真的全部人呢，因为电视要的，那天就长毛了要嘛了吧？绿了，那咋穿的？棉衫、棉裤，
사야 망보여래 아 다가나시 자차벽이 면세체 거나야 멤버 미라바 누 조선 등규명에 떠나야래 아 대수도 지 능도가세 아 조조 등기가 저 조조 눈주 창사디 눈주 기배 배 가르쳐야 답에 자와로부터 과토들 세면 토도야래 세면 눈주 용되야래 근데 세면 너와 추어도 좀 내가 쓰네 에너지 세면 동해 중용주 산에 지 소소소소라는 섬소 동 미신 미신다지라는 레와 잡아 있는 아지 이세 세상에 나 드네 지금 괴매 잡매 안내 인도산에 나 드다 탐시 원에 지 가르쇼에 아주 삼에기 이내 드다 탐시 대화는 데 동해내는 잔데 이내야 다다 대화는 민도 동해 다네 대도 그래 드다 탐시 니제 아 로팜 삼성으로 드네 지기 다 가르쇼 삼바지 개베 토하네 대대로 막에 섬제 동해기 나와다 탐지 정이 그 루마 이숨 네 배제네 아 내가 탐지 동해를 줘봐지다 대화도 대마지 세안이야 매고네 다 드네 안이야 까마숨 냠샤 차인다 까마숨 삼마동아디 망불람사입니다 Jambo, 대다주게이나 교로제보바베 조조 마예게다
신기 초나 초나 제소 번개소 동마 잡도 시호제 대와 달라 저와 공괴제 저와 탐제 라네 뱀브라제 자조제바 용조소 심제 나게 주나 뱀브라조 삼보제바 너네 람도제 마오 갈보 군도제브라조 세바전에 하제바 나제와에 제브라조르데다마다다네심제정제바다다멜람지도제다라템브란데베초보삼보제바랍도덴바남데다다야다도제브라조데다나게남야임상예세제고베곰보남고숨다도나게인자와다모와갑바군도미제와데다라야제브라인자제 자원남제담배주제제창조제바군도나우라제삼보제바남브라장와야모와가바군도제세바담제두야구르바나선나이시에다네미세니카다시라딘제남드라다윤대군제미세주도제대나도니에선녀네세제선제미자선제노선제세계위나주바라데드라주바주제노 대드라말레 담제초소야 자섬초라디섬세니제 상계야소신남야소나 갈바야소주제랍도조 수제야라야소도구 야와구야야라남다바 조와군제삼바치제야 상계송라다도주브라제 디섬시베야와담제다콜로소나랍도구로 대다게야소야미세라로예도제다자랍도조마원가바담제주바야게제제게다자주브라제하야가바디숨세데게제차시제네주브라제디숨시바미에생게가대다게제제라다게나다도대다게네주여라주마주베남드라도제조하야디숨다게싱게바대다도제된도마브라조대드라말레초나담제 여호와 남제신계고라주 가야마주지대로마나 대다림바성제콜로가 냥게대바랍도시다 공보군제중도다지오에군대뉴베주주동나나군대고예택배동나나군도윤대주배동나나군도차바정바다 군도에게 위해서 남도 차바 매바 주베이시에 돔 시랍도 나 딘젠 돔 나게 창조도 나 양다 주브라 레제도 나 용소 다제제 뉴모도 나 군도 주브라제 뉴제도 나 도메 랍제제 삼보 주베 돔네 돔 신남 야소 남브라 다제제 심제 야소 다네 남브라 주 춘남 야소 랍도 돔제제 이시 야소 랍도 곰브라제 주바 야소 남브라 다제제 멜람 야소 랍도 돔 산제자소랍도주제제 개바자소 미주제브라제 가야드숨시베 겨와에 창조주베 멜람시라 삼보주베 창조성계네 대균다게 말륜조브라제 자와군제세제토 강계민의 군도상신자 개바대다 숨바제베제 개와대다 남제랍도와 류다마다 이장남다제 제바남다신하여 我三宝给把几张我得到大家得到送不了去过年给我三宝这边就不了今年没那么就不了去毛啊干巴光的没就了爹瞧我马里走不了去这把当年岁月马就是今年那么讲岁数没不了去这把身边把那年年将得到这把他们接受 남게 달도 주바 시선바 심지 말려 다예 대신 대 시선 내다 뉴모 다주바 다게 멜람 다야 대 다야 조조 신남 다예 바 리제게 대 겨와 남라 볼 하다 미에 대외 조남자 시게 두니 가바 불 관계 모에 겨보 대도네 창조 조개 제소 라면제 리제 삼야 대바 제바나 소나 담배 초도 디조로 관계 성주 멜람 대다베 대대게 소남제 방와주로 대내 초보 인바 방와인 나와다예대야대니도 대다니바람예대브라소미세대야대다리바오 군도삼보대야지라와대다링보미도디젠지라삼명하보다게대바 관계미세왕게제바다디에삼보제바디제나 유도말레 용소장와주이시에다네 수당세남다리다카도남다댐
Lidang Mote Mambo Teme Do Jigden Sumbo Kuna Chibra Jho Changjo Shinwa Chungto Tenyur Do Sonde Simchen Perje Ded Changjo Sangye Kolo Rabdo Kod Dinam Deda Jeba Tamje Do Haya Sambo Jebe Melam De Changwa Tane Tuendam Lopay Te Nambara Mipa Sangye Je Changjo Jola Somnye Maje Jambula Chitra Cheche Bawa Da Kundo Sambo Tenya Deshe De Teta Kunje Jezo Dalo Kewa Teta Tamje Rabdo Ngo Tison Shepe Jawa Tamje Je Ngoa Kangla Choto Ngapa De Dage Kewe Zawa Degu Sambo Cheche Rabdo Ngo Raje Dane Chewe Duje Gyurpa Nang Jiba Tamje Dane Cheza De Ngo Sum Nawa Daye Dodo Dewa Cheche Shinde Rabdo Da Tison Nene Melam Teta Cha Tamje Ma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旗舰佛母孔雀明王消灾祈福法会，恭请慧宣法师、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9月14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流火美在天边，处暑防寒将届近在身边，农历七月是充满慈悲喜舍之月，佛门的孝亲报恩月，时至今日民间节俗也已经三教合流，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与屏东妙云寺联合举办恭送地藏经暨慈悲施食法会，上午妙云寺住持湛山法师与湛同法师、湛江法师领众恭送地藏菩萨与月经，至心礼地藏菩萨与菩萨，无穷无尽的大愿，愿定十方一切众生速得除灭恶业重罪，离诸障碍，滋生重聚，悉皆充足。法会中，主法湛山法师也慈悲与大众开示孝亲月主要意义。我们的孝亲月，我们借由这个因缘，在妙云寺举办地藏经，还有做个小蒙山的施食法会，
来普渡我们自己的过去世的父母亲。当给各位去时尊，一定都不小心伤害了一切的众生，伤害了众生，我们要怎么办？哎，我们当然是要解冤释结啊。可是他冤亲债主，我说我一定要跟人来讨报。托补他有时候就是伤害你，或是造成你的家庭的不和乐，或是人的死亡，或是受伤，种种的因缘下，所以我们借由这个孝亲月，我们就要努力来做功德，愿这个慈悲的力量来帮助一切的众生，帮助一切的人们，哦，都可以离苦得乐。不是说只有人呐、啊，一切的物命、生命啊，我们佛教讲的六道众生，天道他虽然很快乐，可是他在快乐中到最后还是要没落，而且人也是有痛苦，哎。人痛苦就是我们的食衣住行在痛苦，所以我们借由这个因缘帮助自己，帮助一切的众生。好、哦，愿大家平安吉祥，吉祥，阿弥陀佛。午后修设大甘露门施食，主法法师先至各坛上香祝祷，唯愿面燃大士降临法会，祖先宗亲来临到场，也普招请法界孤魂听经闻法。祈愿佛力加倍，令他们心开意解。随后依施食仪轨，解手印，持真言，内心专一观想，加持种种美食，成为甘露法会，普施众生。一切鬼神也承此善因，离念清净，离苦得乐，同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命电视屏东采访报道。有时候因跟果有矛盾的，有冲突的，说因我现在的种的因，现在修行能可以把我过去的做的错误的事情感的果能转变，不能转变呢？若能转变，那就因果没有了，过去做的因，现在我今生转变了，不去受果了，因果就不存在了。能这样子吗？如果假使我信了三宝，三宝加斯利，礼佛拜忏或者诵经，不能转变因果，那我信三宝也没用处啊，我信佛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个矛盾啊。如果把因果转变了，因果论不存在，过去做的因不受了，那因果那个果就还不成了。如果不能转变，我们兢兢业业地学佛，把世间的享受都放下，那也没有意义了，做它干什么呢？在这个矛盾当中如何解释？我们有的道友或者信佛好多年了，完了还有苦难，还有不顺心的事儿吧，还有些烦恼，自己感觉着佛菩萨没加持，没有感应，退失道心，这样的有，是因为你自己努力不够。在古德当中啊，都有因果跟这个感应有个比方比喻啊，说若二水相投，说一个烧开的滚水，一个凉水，两个对到一起，如果你开水滚水多，热水多，冷水少，冷水也变了热水了，就是我们过去的业没有我们现在做的善业的力量大。说你信三宝，你修行力量的力量大，
就是热水多，冷水少，那你把那个液呀也转化了，冷变为热。那古德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说我们对于液能转不？能转，你转得了不？那转的意思是含义呢？说假使说我过去杀了一个人，那这时候要还他的报，他找上我了，那我现在修行的力量大，修行力量大，能可以转变，使他在痛苦当中得解脱，或者他转入果道，转入天道，转入其他的道，来找到我报复，那我修行这个力量啊，超过他那个的力量，同时他也得到好处了，转变了，他就得了善了，他就不找你报了。无论什么因什么果，都靠你自己的现在的力量。说你信三宝力量强，修行力的很勇猛，不但你自己得度，把你那些冤家说欠他们债都还完了，把他也得度了，当然就不受报了。如果有人遭遇逆境，如果我们帮助他，是否他业障会转移到我们身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的。例如我们有些个助念团，助念团，道友自己结合嘛，某一位道友走了，就是死了，我大家去给他助念去。因为当你助念的时候，你心里不至诚，胡思乱想，那个冤结会找到你的身上。我在纽腰，在纽腰的时候，而助念团就有一个，他帮人家助念去了，回来他就疯疯癫癫的，那个死人的冤业找到他身上了，大家就帮他念佛消业障，他后来好了，好了，这种转业的时候经常有，但是你帮人家助念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不要在那个地儿起贪嗔痴念，你死贪嗔痴念呢，他那个业，他那个报复他没报复到，就找到你身上来了，就你心不清净。那你就靠三宝加持力呀，转动转不动，看你的力量大还是你那个业来的力量大。如果你的转动的业力大，这个业是善业啊，你那个恶业啊会让你善业把它降服。冤家找你还债的人，那得看你的因缘，如果你在念佛或者给帮助他，你虽然消业障，是帮助你那个债主冤亲债主，他得度了，他还来找你麻烦吗？他就不找你麻烦了。那就看你修行力量，如果是找上你，你顶好大气，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念经大乘经典，能转。